来，拿几个柱子来量一下吧。拿几个柱子来量一下。好。随便捞几个量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吓我一跳。夹了，夹好了。6.5，六点。我也看得到，我也。六七就放的差不多了。太小的鱼，我感觉反而倒是挺大的。其实他们那边的就是这种，就这么小的。他们自己卖的就是这么小的。